香港人安日都喺手指拗出唔拗入，外国个月好似远啲咁，好似新加坡过多过气路过后丽莎咁，够把十八日已过时，响香港找到咸龙西子一攞攞，死番石叻洗清白清，家阵人老猪王，肥种难分，成只猪那咁款，就识得死嚟香港找翻啲棺材本。不过依家见到佢苦衰样，唔止话隔夜饭都要呕出嚟，最惨系吓到要缩阳添。呢条臭系连把靓声都已经失迷，都唔知啲香港人请佢嚟做乜撚嘢，真系掉那马。香港人点解唔听翻香港人唱歌先？阿布拉罕细佬，小调歌后廖小船家阵向加拿大运货。呢条后婆原名叫做廖珍，佢老母系住响九龙尖沙咀天文台维环海大厦二楼咗嗰个刘金英，果树仲有佢个细妹廖珠。廖珍系跟爸陪你只丑閪学唱国语时代曲起家，中华民国58年参加歌唱比赛得到冠军入行。中华民国59年1月21号礼拜三晚起向对面海油麻地尼敦道门派378号尼敦酒店六楼果间下摇夜总会唱夜，之后试过拉夫雪梅唱过森雅夜总会、喜曼年夜总会、金汉夜总会、新都城夜总会、旺角爱群歌剧院。中华民国60年9月3号礼拜五响丽丰唱片录音室录佢第一张唱片《花好月圆》。9月25号礼拜三见记者话只碟向中秋节上市和，后上有得上埋无线歌《欢乐今宵》。中华民国64年10月12号礼拜日朝飞去云浮，话系第一摆出浮演出。响明苑夜总会唱足两个月至翻归。中华民国68年，佢拉丽的电视歌编导麦文玉主卖响1间500几尺一厅两房单位，向对面海尖沙咀中间道门牌5至6号远东大厦14楼 D 座。收尾条女正正鸡教脚粒野松人，叫开柜同塔座啲旗票捞护照。搞到廖小船着住睡衣直采九龙广播到81号嚟的电视嚟大兴问罪之师，好彩被亚匪嚟做和事佬摆平。中华民国69年1月9号礼拜三朝早8点，隔离 B 咗个马姐翻工，闻到 D 咗廖小船间屋有好够难顶嘅煤气味，救火佬破门见佢瞓直咗，仲有封卫书俾老母。奶奶临送佢入伊丽莎白医院，不过病人太多，行将帆布床俾佢。之后唱到80年代初期，唔知系咪跟助斗差佬卖街也井水，冇蒲头啦。中华民国74年12月10号礼拜三晏昼1点，廖小船打俾佢细妹话：生无可恋，吓到个妹胸围都未戴好。就死去尖沙咀山林道52号8楼，睇佢搞边科，点能知果使佢一身粉红色运动衫，当住阿妹面前跳落街街，好彩6楼有新铁盐棚，留下窿中晾衫竹，射狗晒啲力，再次执返条命仔，不过得返半条人命，冇铺头啦。最后佢怕撚咗共产党老懵懂，千禧年果市移居过咗云浮。中华民国99年8月8号礼拜日晚头黑7点，向云浮、列治文、何石剧院做慈善 show， 唱咗山前山后百花开啦两相依。Boss 哥，大佬神父，小调歌后廖小船嘅饮歌，仲有梅花泪、柳生盟、十八小姑娘。讲句老实话，春归完依家唔该香港人 mark 干净晒啲耳屎，竖高耳仔听真啲，系咪香港小调歌后廖小船唱嘅《相思泪》正啲啊？嗱。
情惨透。